大家好，我是张克中张医师。今日咱的健康医学要跟咱来探讨过劳死、过劳死、过劳死，听起来是一个真稀罕的病啦。因为咱人要讲做工课，还是做事业，做甲过度疲劳来死，咱听人讲真少呢。因为是意外中的意外，但是最近咱确实定定拄到这款过劳死的病，伫咱这个台湾的社会，特别是遮个咱所谓的 VIP 啦 ，VIP 就是遐知识分子、遐领导者、遐对社会当有大贡献，而且事业家、包括医生。拢会发生这款过劳死，所以今日张医师要伫线上甲大家来分析，两下片面这款过劳死，阿嘛爱认捌这个病。一般阮伫医学上会讲到过劳死，会用日本，因为遮个日本人的个性，伫因的回写。在他们公司行好，在他们政府机关，包括公务人员，他们做工作的精神真容易让他们过劳死，因为着他们自己所奉献的那个国家里面的单位啦，不管公的、私人的，日本人的个性就是这样，输人不输阵，他们很团结，所以在他的会社、工厂、机构里面，大家都要尽他的本分。这是对150年前明治维新开始，他们就训练出日本人这种也让我们可敬又是可怕的精神，所以他们把这种做到满、做到死哦，那种精神发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号中日本天皇向尊当然是穷兵黩武啦吼，啊，有好一挂有野心的军人去控制着天皇，所以在阮前下面接到天皇的命令，和日本人请功去打这个全世界的战争，不再去惹到美国，后来在那个广岛跟长崎，那个叫做希罗西马跟那个萨基这两粒原子弹，这两粒原子弹死伤最少还有10万，包括它的后遗症，后来原子弹它的辐射线造成你还不知道说将来那个孩子孙那个孩子干孙会得到什么款的病，这拢总爱承担。啊，因会去予人，特别是美国联军吼，诶，美国代表甲因拍甲遮惨，就是因做代志，真有迄款变好死的精神。啊，你要变好死吼，上天嘛会予你真正死呢，因为你都啥物拢唔惊，你明明。在日本去惹到东南亚、东北亚，特别去夏威夷、夏威夷去甲美军偷袭，啊！迄出拍做电影，叫做《虎虎虎》，老虎的虎，虎虎虎。就是电影，你有看讲，因为日本人哦，甘愿使迄款叫做神风特工队。诶，飞行机又加一半，我要出棚，飞行机驶咧，就到美国诶夏威夷，要甲遐军队炸好安尼，崩去和烂去。诶，啊，有影做有够呢？无人法度想象伊迄款大和诶精神呐。哦，向阵是大和天皇，啊，佮向阵伫咱台湾诶日本军，包括后来诶原住民。公营要来做日本军呢，出去拢披彩带。啊，像阵台湾的
日本兵要出去的时候，头毛加一撮啊，肩胛加起来，留乎伊的厝的士大人，啊，伫伊的队长的头前，饮下一杯太和酒，太和天皇树立的一杯太和酒，啊，就是酒内底甲你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就是其他伊的毒品。那个安非他命的作用就是让你直直冲，冲冲冲，比苏金枪更加冲，冲袂煞。啊，伊嘛知哦，因为教育给因知讲，即逝出去要为着日本的圣战，比起今仔日的 ISIS， 然后伊斯兰国无较输啦。迄完全拢是迄款视死如归的精神，因面向天皇。把太和酒喝下了，那酒杯啊，就要摔到土下，会破去。哇！万载，万载，万载，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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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了呢，发电机晒的，手下下就是向伊的目标直跑。啊，因知影无要回来，所以因迄款一定要战甲死的精神，你。你甲想看咧，美国军遐厉害都拍输伊啊！开始的时候，所以美国啊，尾也无多啦。像中途岛战役、硫磺岛战役啥，甲日本兵是拍甲咧吼，差不多讲99%拢会歼灭。吼、哦，唯一无死的遐、那個，那讲老弱残兵，还是讲美国遐、那個，吼、哦、战壕内底还是病内底无死的，因差不多讲出迄个回忆录，我咱知讲，吼、哦，迄死有够兵。所以日本人这款精神，对，让因在因的服务机关，不管是公的、私的，做甲死，啊，伊嘛足团结。因哦，感觉讲下班了无甲社长，做下来去佚佗、占酒家、卡拉 OK 唱歌，啊是啉好醉吼，回去无民主啊。所以因的形成这种的团体生活，第一款团结，啊，这款的团结哦。台湾拄啊盖登的，咱台湾是一头赤赢赢，虽然过性命，无人要为着家己的啊上班的所在，还是伊的诶，迄款叫做公家私人的诶个公司公司行号吼、哦，要拼生拼死，除了因受日本教育，像当时台湾伫结束二次世界大战进程。咱遐士大人阿公阿嬷迄辈，因真侪拢受着日本教育，因嘛真侪去到日本的内地，因为台湾是日本的领土，所以去到日本是因的内地，包括李登辉嘛去到京都、京都 University、京都大学，还有真侪台湾的工业的精英去到台湾庆应大学。去到瓦西达早稻田大学，去到日本帝国大学，拢有啦。所以底下受着日本的教育，因倒来到台湾，因去做事业，因都用到迄款日本精神。包括迄个时阵，张医师会丈人啊，李道东先生，伊嘛是伫日本受教育，细汉的时高会就去到日本，伫日本学精密机械的技术。回来到台湾，后来就开设咱股票上市公司的台中晶机厂，甲因三个老公阿飘当处长，姓黄的，啊甲迄姓黄的兄弟啊，啊甲我丈人啊，伊号做三仙老公阿飘，因就是上早晶英精密机械公司合作，做甲后来台中晶机厂。台湾晶机厂做的工作无机，就是日本的 Victor 就是胜利牌了吼 ，Victor， 啊嘿，就要变做台湾工作无机上大一间工厂，哦，你有啥物铁工厂要做啥物物件，要做 place 要啥，你一定要对台湾晶机厂进这个日本技术，用日本精神落去做出来，也即款工作无机，啊，这就是日本精神啊。对书八七届，拜托我的丈人啊，
我迄个面子的车吼，有一个骂骨，人字形的骂骨。啊，原先说等下用头铁头压头头板哩，啊，这去买新的一盖拢两三千块，太贵了。就啊，拜托伊搞开模啊，开模啊来，哦，用迄生压铁压落去，啊，外口才镀镀镀好伊甲迄面子同款的。你知无？迄、那个做出来开模了，用迄生压吼生压甲压落去，外口电镀了，迄伊是安尼搞用，伊的工作簿机吼安尼，阿妈甲处理我唔知啦，做甲幼咪咪啦。做个安尼，甲原厂的同款安尼，啊！煞害我，煞本来要用迄空头铁吼，要用压力吼，煞唔敢用，你知道？啊！你有啥讲？因迄用的精神啊！我有捌摕互别人，别个铁工厂搞磨啊，伊袂使。迄手路吼，真正是磨了无水。啊！底下我就看会出讲，哎呦，因还用迄款精神。啊！这就是日本人留落来。迄种会做较死的精神，咱简单讲，过劳死，伫日本的社会是足普遍。咱即马伫台湾已经是多元的一个社会，毋是像以前的学技术，哦，迄个年代迄款想法。但是每一个行业拢总有伊的出头天的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买菜做老板，大家买菜做当属店吼。在这款情形面，有啦，有一部分人已经学着这款的精神，做甲死。平时只甲因这些人学路，但是嘛，甲这些人疼惜、可惜、无彩。因为恁难卖用这种做甲死、过劳死，诶，这款态度来做你的事业，你会晓。好好啊！伫做工课时认真做，下班了都甲工课忘记了了，倒来厝诶，甲某仔囝食一顿啊温暖诶饭，爸爸回家吃晚餐，迄、那个口号啊，就是看着台湾要学人日本迄款精神，学了无啥成，煞尾也煞变做去互老板带去占酒家。第三摊、第四摊，我讲是讲为着生理，但是尾啊，煞变作为着家己咧吃喝嫖赌。刚刚最近吼，去伫中国足侪台商，台开啦，那好起来遐董事长吼、总经理吼，去中国遐早期有去赚着钱诶，80%拢总包二奶。包二奶什么意思？就是找小三呐、啊。底下嘛，刚才二奶生囝有诶无生，总是离开台湾呐、啊，天高皇帝远，台湾诶母囝看未到，伊伫遐找机会就放荡。迄款放荡落去，占80%以上哦。有人讲90%，我听了实在是感觉到不生寒呐、啊。因为咱人就是人。咱人有动物性，你若是保暖思淫欲，食饱饱穿好烧吼，你就想要爬。啊，这是人，伫少年、中年、进前的人，拢总有诶迄、那个，人讲迄款体力，迄款野心。啊，这你若无经过真好诶道德教育、伦理教育，还是法律的教育？那要叫咱人的人性是把持不住了。你那动一条，大家吼、哦，那好起来、好命起来，就是要安尼。伊嘛要甲遐真出名的王永庆当的、郭台铭当的、足济当的，当来当去学一下。哦，啊，这款的代志，你是变咯？咱无奈啊，咱拢无多安怎？所以因在做个比普通人更加超，结果咧，台湾无阿囝放咧，底下表面上是咧做事业嘛，真无用嘛，真超，但是尾也超个身体歹，真侪人像死在中国，
不是心脏病、高血压、三高、糖尿病，都是肝硬化。啊，这款呢，伫今仔日的医学统计内底，拢真清楚。因为这些人一旦需要那大，伊野心嘛大，伊的性欲嘛大，咱人袂讲干那需要大，需要心大，伊就安尼乖甲食那牛啊嘞，无可能啊！伊就会就像牛啊个，迄只牛啊个嘛是安尼啊，教册教先教甲巴肚大起来，甲伊的情某想办法安尼甲离婚去。啊！共创好无去啊！再过来啊！尾啊，搁叫这个小三，这个后来嫁的某，搁甲背叛，钱甲怪了了。哎、欸，啊！向前伊那会去做个遐尔兴奋的代志，尾啊叫小三甲修理，迄就是人哦。马不知脸长啦，猴子不知屁股红。有些咱人超越咱的理解。你叫迄个性荷尔蒙带来走，酷酷壮啦！人你带唔惊，鬼你带酷酷壮，啊，就叫色鬼带去色家，安尼身败名裂。啊，这就是年轻啊吼！但是较无彩，就是今仔日经济渐渐咧发达，虽然六三三跳票，迄是骂的，伊一个不懂。对，那讲做无良无知，诶，这个金融经济领导政策逼出来，啊，但是人民为着要拼生活，嘛是继续爱拼，公务员爱拼实质，嘛是继续爱拼。你会记像当时红三军的事件，后来中国陈云林在九品芝麻小官来台湾。因嘛是安尼啊，一挂公务人员，特别是警察，因在维持治安。啊，维持治安的是因为这有政治的紧张，甚至咱家己台湾的国旗。虽然我无承认迄个中华人民国的迄款动员旗啊吼，但是恶法亦是法。伫美国台湾关系法温顺的下面，伊嘛要让你中华人民国继续存在啊。虽然他说流氓政府，但是他也是政府呢。所以这款情形下面，咱就免不了爱遵守迄个恶法，包括伊的宪法、甲民法、刑法。这款情形下面，咱就看到这些公务人员的警察维持治安，上面爱顾着家己的体面，但是上面爱做给马英九看。你看，中国啊来。九品芝麻小官，我连一支台湾的动员旗啊，中华人民国国旗在一个凹壳灯藏起来没收，吼，何卖人叫做民主？未台敢好，未个遐严重。所以陈英林来台中御园酒店，等于说甲阮海洋之声、甲九控八台湾国，都伫御园酒店的外口，伫迄个草马吼。我较徛这边，下一关停车场，底下放冲天炮，因修理啊，冲天炮也不是真正下一关枪支也不是炸弹，但是都听我讲安尼修理，甲互因惊甲皮皮喘，你知道？啊，迄种诶，九品芝麻小官都发到遮嚣摆，你想遐警察看会吵啊未吵？所以底下为着维持治安。足侪局长分局长哦，吵到破病，吵到心肌梗塞，才喘起来。这嘛是过劳死，当然今仔日过劳死，佫无人看的形态，因为除了马英九因个集团已经吃相好啦，咱天龙讲啦，长富于民啦、啊，当然吼、哦，每一间公司行号拢三本校簿，一本校簿是要税管处看的。一本校簿是家己真的，过一本校簿是要股东看的，所以这真讽刺啦吼！大家拢做假，啊做假就是要加赚一寡钱，加赚一寡钱。所以台湾伫表面上有啦，嘛真安尼经济吼，会使讲六三三跳票啊 GDP 嘛安尼拢八
袂起来啊，失业率关家，互人真正嘛唔知变哪讲，惨不忍睹啦吼。弟兄姐妹们，即好命人、好野人嘛是食个山高呢，因为食对台湾人来讲是真要紧。你看咱出门小舅门拄着了，食饱未？啊，要走嘛？讲再来阮兜嘿，来阮请嘿，互我皇帝嘿，大概拢甲食有关系啦吼。因为咱无较好提升生活诶，即款艺术文艺，即种文化展出诶修养，所以咱敢若问人讲有食饱未？有食饱就足好诶吼。伫即款情下面，食真要紧，但是食嘛真害啦。食好肥肥，脚好腿腿，穿好水水，但领薪水。安尼你想，咱人三高，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加中性脂肪，你想人敢会健康？当然袂健康。即款袂健康内底，但是食是一个人的欲望，上要紧的，所以一定要食好饱。哦，那食在错199食到饱，299食到饱。啊，都硬推啊，推推的，当然就会破病，变作即卖文明病，即卖文明病，地搞，咱今仔日有真侪人，就亲像蒋经国伊的迄个第二囝，因为大囝糖尿病，做胰岛素胰岛素做甲头壳歹去啊，歹带去啊，所以蒋经国阿弟的时就想要栽培，伊说第二个囝，蒋浩武。啊，蒋浩武偏偏去舞着这个，咱讲江南命案，派陈其礼、吴敦、董桂生这些人去美国旧金山，甲江南写《蒋经国传》，这个刘义良，咱台湾建功学校毕业的，这个文学家已经移民去美国，规划做美国人啊，台湾籍的美国人，伊也敢甲台。因为一下蒋经国传，啊，这个囝只好甲伊好好啊，甲伊死啊个，送去新加坡，和李光耀来管。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半戒严的国家，真严。李光耀国家，蒋浩武、文武勇这三兄弟啊，四大人阿公拢亲戚，所以会甲伊调家。听讲底下表现袂歹。不然你卖做啥上去日本做驻日代表呢？而且做日本大使呢，要修哦，去台江南设计来底之一的。我唔敢讲蒋经国有下令啊，但是至少来底有蒋纬国，甲蒋经国拢无共无共爸无共母的，无血缘关系。这个前国防部长呢，像做咧国防部所属的军校毕业证书，总统蒋介石。国防部长蒋纬国，行政院长蒋经国，要收哦。因兜三个省长的，拢登伫迄张毕业证书顶头的名。啊，即款的家庭出来囡仔，较计嘛是纨绔子弟啊，人讲叫做纨绔子弟吼，拢好啦。都是款不懂的佚佗囡仔。哦，啊，当然伊就甲德联邦勾结去杀人。哦，当然尾啊，判刑诶，美国监听拢知影讲，即台湾中国党、中国国民党做诶。啊，迄个时阵，伊即个蒋浩武去甲日本做驻日代表，甲做都无偌久尔。迄个位置是后来阿扁执政诶时阵，是柯世凯博士即款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诶。博士，在日本做教授的柯世凯教授才有资格来做的，结果讲因囝清清菜菜都会做，啊，讲好做表现好，啊，台湾花西的当署长桂新奇，迄嘛是桂罗系啊，我已经是官员，所以雄雄在叫伊调转来讲，要何接花西的当署长，哎，因兜。要做啥都凊彩都会使，还安插来安插去。你向说若无用的立法委员，通我监督，嘛唔敢。向说你凊彩讲话，你都明仔载就无去啊。所以对戒严年代，台湾人去用刑具搞呢，
啊，你这个囝足摇摆，你知道？哦，啊，就安尼对日本转来，去伊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张孝炎，因为张孝炎是外交部的次长、处长，哦，等于副部长啦。嘛，算伊个长官，但这两个兄弟啊，巴蒂巴蒂袂歹。讲吼，将来要好改名换姓吼，啊无嘛，至少名，哎，姓要姓做蒋啦，要甲张孝炎的张姓做蒋，啊不然嘛，真正好改姓。但是改，伊就灌酒去张孝炎兜改啉，食，食到尾啊，你看啊，即款硬推硬食，因只 V I P 吼，即个好命囝，咱讲权贵子弟了，食甲腹肚疼，急性腰笑发炎。啊！将送去应众，伫台北应众，彼暗敲伊。哦，有人讲这是急性腰笑炎，啊，使无影啦，腹肚足疼足疼，迄就是急性心肌梗塞，心脏病啦，咱的心脏麻痹，缺氧，啊，互伊腹肚疼甲急死，讲迄是胃肠的问题。啊，伫应众的内底，遐医生官大就是学问大，看到蒋孝武。欸，阮兜姓蒋的，你知影吼，拢是腰椎的病，所以我腹肚疼，应该都是腰椎的病，甲我做一下止疼，莫非做落去，足好困的。护士小姐暗时啊一点去看，讲困甲足安稳的，当然安稳啦，已经死啊。迄莫非做落去，血压降低，呼吸困难，就死在病床，伊也唔知。等下再时啊五点，因为甲护士交代，五点来叫我起，因为我在赶七点八点爱去华西接董事长。还佫想讲明仔载要做大官，要占用、占用，还佫占领媒体吼，要创啥？因家拢知影有一套的计划了。那也知影讲一点就已经死啊！当即嘛引起真大个代志，大家咧怀疑到底是叫谋杀？啊！伫个严重，台北严重的总统病房呢？七号病房那会使凊彩有人有法度去谋杀？应该是无可能啦吼！我也草草结案。检察官也无严死啦，讲安尼讲讲的讲啊，这都是急性胰脏炎，歹势，那要急性胰脏炎哦，至少要听两三天，伊爱坏死，坏死了，迄、那个腰球内底胰脏的酵素造出来，再甲腹肚内底慢性油消化，消化甲规个哦氧气啊坏死，啊再就你。尽管哦 ，LDH 尽管爱来死，无啊！你刚刚十一点半住下，一点都困得足安稳啊，当然安稳啊，坐起来吼、哦。啊，这嘛一种大头病会过劳死。哎、欸，明仔载就要食嘛，过去张孝炎因家，哦，大食大啉嘛呢吼，两个八弟八弟兄弟啊吼、哦，同父不同母嘛，听我讲噶真多啦吼、哦，我相信。安尼错起来，哎，不是派人在死呢。林书记嘛开始要甲咱讲，好人嘛会了。成功大学前医学院院长王乃山教授退休了，来个中台医专，即嘛叫做中台科技大学。林书记三十几年前就伫遐教册，做伊的校医，所以伊知影我身份是医生，所以伊就啊伫真紧。马上給我升做副教授，这个王乃山医学院院长哦，带先去实习，太操劳，将四大台北六十八岁心肌梗塞，这顶礼拜呢，咱中山医学大学的戴文系系主任廖瑞明廖水明教授，操劳甲肝将害去爆肝呐、啊，对书你教册。两点半的时候，向准我阿未下课，我甲两点五十分才下课。但是两点半，伫我教册教室边啊，两超二十公尺，咱的廖水平教授断开啊。一个现在台湾某个行业院长，接触世界教授的院长，安尼来过往，操劳操甲死。伊死了第二天呢，国立成功大学的。病院院长林炳文医师六十一岁，淋巴癌嘛是过往啊。因为过往之前，甲大家交代一句话：，莫
欠足侪物件，足侪金钱，足侪破链、珍珠、衫，爱用的是尽量紧去用。你唔知当时你要死呢？伊个淋巴癌，甲你顶回眼镜、你黑门同款，半年啊，一年就喘起来。先讲大学，诶，医院院长王乃山嘛是死，61岁林炳文，病院院长嘛是死。伊个栽培伊个教授是台大魏达成，魏达成教授，因老表伫咱台中，哦，伫迄个啥物路开向打杂技个，叫做外科病院台大教授。魏达成伫台大咧开刀时，操劳到中风，啊，家人都昏迷。等于说，台东胡伦社早晚两三年的社长罗宾陈瑞斌医师，家己是医生啊，伊学等于说骑单车，好去到美国贵国个骑，去到冰岛贵国个骑，操劳过多了啊，嘛爆肝呐，漳州这俩换肝，所以咱人爱知，袂使乌白乱操呢，咱来欠身体，欠咱的体力。当然，普通时你若有好的健康食品，都甲保养好好，卖花花高，卖山高，卖花香香，产生这个病，当然身躯爱顾，都是袂使过劳了。并且遐应用代理，好的美国 FDA 通过有像做的健康食品，俗当啊个关键个保养，至少咱不爱过劳死。今仔日健康医学，张医师分享到这，多谢你的收听，再会。